来看今日市场的选战也是真刺激，那里两边是拢拍出总统牌，国民党谢国梁加前总统马英九合体拜票，民进党蔡适应则是连续两天让总统蔡英文提呼选。我们明天一定会迎接胜利。选前进入最后拼场，国民党谢国梁加前总统马英九合体画出胜利在握，还阁斗阵扫街拜票，又待在地选情。民进党蔡适应自个透早是阁甲基隆市长林佑昌斗阵拜票，对谢国梁提出选前最后时间决定也唔通出怪招。蔡适应讲，对手半乌了后，还阁爱大家唔通半乌，真莫名其妙。我的对手一直做很多抹黑的事情，到现在还在继续抹黑。然后抹黑完之后叫我们不要抹黑，我真的很莫名其妙。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国民党提的很多候选人就是有问题嘛。谢国梁强调，无特别指多一个政党，或者是多一个候选人，也佫讲为何民主每一个候选人拢进步。我没有特别指是哪一个候选人或哪一个政党，但我认为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这样子的义务，让我们基隆跟让台湾的民主更加的稳定跟安定。不过不仅那样拍出总统牌，另外蔡适应再去会先邀请副总统陈建仁参选，下晡总统蔡英文会阁到基隆斗三工做事，那要将战线扭转到总统层级，让基隆选战是阁较白热化。选战最后一日咯，候选人要找出上多选票支持，基隆由什么人执政，结果会伫二十六投票就知影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